Hello， 大家好。我们有可能要搬家了啊，刚从那边新房子去看了一下，然后简单收拾了一下，然后呢，这个点已经4:30了，晚上呢就简单吃点冷面啊，然后呢，之前在上面自己收拾自己的东西呢，说先把这些东西搬过去，改天啊给你们看看新房子，整冷面去。哎呀，天也挺热的啊，小汤圆又出来了，又出来。接点冷水给我。这个鸡皮一定要带的啊，以前做过的，好久以前，这几年了，3年前做过一次啊。用这个胡椒粉、胡椒和海盐，简单腌制一下。大概要这么厚的。下一个呢是彩椒。我反正上学之后才会做的吧，这不是姐给你洗了没啊？啊。金岛洋葱。朋友们尝尝蓝莓。你小顽童。洋葱切成两种啊，一个切成这种小丁，这个呢切成大块。简单就行。这么多蔬菜呢？整起来，岁岁平安。火调到中小火就可以了。盖上盖子，我当门呢。咱们来看一下啊，不能油倒的太干净啊，稍微留点油，可以找个刀划一划，这个熟的更快一点。盖上盖子，继续焖啊。筷子继续煎，中间要翻一下啊，看到吧，这鸡皮，这能不香吗？看看这个，应该是脆脆的啊。看这鸡腿煎的，香的不要不要的。椒什么的全放里面啊，都煎一煎。已经都好了啊，它不用熟的太狠了。这锅不要洗啊，继续开火。洋葱刚才不是切成那个小方块了吗？洋葱放里面，这锅千万不能洗啊，一洗就不是那个味儿了。酱油，来点蚝油，卤肉粉，来点水，要来点番茄酱啊，没问题啊，金刀。这没有白糖就不香了。最近停止了。太忙了，没工夫都运动了。来点这个啊，胡椒海盐。炒鸡蛋也好了，老婆。哎，煮冷面呗。哦，煮冷面就行。然后是香菇，洋葱我们放中间，削。这个稍微浓缩的差不多了，我们来点水淀粉勾芡一下啊，这种状态就可以了。我这边呢再加了点老抽，颜色我喜欢稍微深一点。这谁的？你跟老爷的。不用兑水，直接倒上去就行。今天的菜呢，冷面加这个鸡排，然后加一个小美女。哎呀，我的妈呀！这啥服务态度这么好呢 ？Thank you。哎
我对单钩是啥？你差不多那么听就行了。大姑爷，同学们开饭啦！姥姥感冒了。你要不要？我摸不得人们。好啊。要摸。嗯。我的脖子。哪里有摸个子？要一韩国佬还摸到，你妈都不摸了，可能买摸。你这个一张门不换的吗？嗯。哎呦呀！那辣椒呢？弄那里个烫啊，嘎巴。烫，我的呛呛，这发音不对了，有点啊。嗯，这音调不对。今天是照烧鸡肉。这音调不对呀，看看这汤怎么样？感觉确实有皮好吃。嗯，这必须得有皮好吃。哎呀，冷面带这个鸡肉，朋友们来一口。嗯，挺好吃。嗯，在那边的很辣，很辣。剔骨鸡头肋鸡腿肉，嗯，腿骨肋，啊不是，洋葱可好吃了，以为有那个骨头呢，再加点鸡腿子，洋葱，啥不够。有些地方还是粗粗的。嗯，这炒菜不错。嗯，洋菜不错呀。蛮好吃的。老洋洋呢？这鸡蛋那么高。有这个菜，然后鸡蛋没吃的。鸡蛋给我来点。啊，这是啥？把它卖了出去，自己炒自己吃啊。我的看了。这么好吃呢？嗯，二十。你也没敢吃啊？二十。冷面没吃，消化快。嗯，一会儿还得干活呢。太多了。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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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搬到这边。之前的东西，有空的时候慢悠悠的拿走。嗯。别一下子，挺着急的。买三十年。我们班给我打一次。可能。嗯。估计明天搬就行了。就这样。太省了。今天晚上是不是得找一个搬家公司啥的呀？大卡车得准备上。怎么那么大？我的车了，差了难了不？嗯，空买着的。不是难的不？嗯。这么这么还就看着点。嗯。哇。这那某某的人舒服的了不？嗯，鸡腿。嗯。不知道咋整了。希望我们视频点击关注，上链接购物。好啦，我们视频就到这里啦，明天见，拜拜。争分夺秒啊！这小菜挺好吃，这鸡蛋都没卖出去，我都没吃好呢，那都拜拜干了。现在是争分夺秒呢。你说这不挣钱多可怜。我陪你吃完行吗？嗯。